但是我还是要跟他告白啊。如果我跟他表白了，然后他转过来看到是我，首先我怕他觉得很尴尬，我更怕以后连朋友都做不了，所以我犹豫了一下，我最后还是回去了。过一下，他是要跟志斌告白了，那等等志斌接受又怎么办？你干嘛？对，你干嘛？我有话想说。我要告白。哇！虽然他不是为我，我觉得他失落的那个样子打到我心里去了。我觉得我比他还难受，我好心疼他，我不想让他一个人面对这种尴尬。因为当时他没有留下来，可是现在他又举手了要告白，我觉得又意外又开心。